哦，不好，想谢去。谢谢谢谢。油条，嗯，这没事。这个大姐，大姐要去肯德基吃那个薯条，难吃死了。番茄。这个还在里面。嗯，重口特别的。大家健康最重要，健康健康。好，那就这一点。加点果冻来，你怎么样？对了，果冻。没给小盘子哈，大部分都会给小盘子。嗯，他们就常常换新的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贵的品质就是顶级的，当然好吃了。小姐，听说你有跟爸爸介绍？我一夹不是就乱掉？对啊，小姐就是要开那干杯。
蒸贝先吃嘛。Thank you.